各位骑车们，大家好。那今天跟大家先介绍了这一台，就是 V5 系列的 V5。那 V5 大家都耳熟能详，老司机都可以耳熟能详的背出好几个版本哦。那 V5 啦 ，V5 加啦 ，V5 大陆国内的 V5D 哦，外销版本的 V5F 哦，还有一个隐藏版本啊，这个部分就不赘述了。那如果今天大家想要听到规格的朋友呢，其实你可以在影片下方哦，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影片资讯啊。那今天的影片重点是在介绍说，V5 系列是给哪一些车友去使用的呢？哦，譬如说像店长我第一台的版本呢，就是 V5 加哦。那当初选择 V5 的原因就是说它的轻巧，然后好上手。那 V5 呢，比较给大家选择使用的方向就是纯粹代步，就是纯粹的代步哦，就是没有什么出去游玩啊什么的，比较少车友会这样用，因为续航力太短了。那在上一阶 V5 加呢，目前已经停产了，所以它的升级版本就是 V5F 哦，或大陆国内的 V5D。那这个部分 V5F 升级上来的时候的续航力呢，就是大概可以依我骑士电脑的体重65公斤在骑的话，大概30公里以内是 OK 的。好，所以 V5F 那就是店长目前的一个坐骑，那上下班代步哦，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跟大家一个聚会哦，也参加大型活动都跟得上。其实续航力这个部分呢，大型活动来讲，速度慢哦，那基本上这一台 V5F 也够用了哦。那更何况现在店长都已经是把这一台车大型活动的时候，都是把这台车给小隼使用哦。小隼就是店长的小朋友哦，小儿子。那依小隼的体重在使用这台车的话，40公里是绰绰有余，绝对没问题的啊。所以关于谁来使用 V5 呢，是比较适合呢？就是有关于你是比较初学者的，或者说你完全不知道说你自己能不能上手的哦，你可以买 V5F 哦这一台去使用哦，那去练习，那练习会了呢，你就把这一台车交给小朋友，那我们就可以再把就是新车再购入这样子哦，这一台给小朋友啊，新车的话我们就是可以选 V8 啦或 V10 这样子的一个车种。那待会呢，店长也会介绍一下 V8 这个系列哦，那我先喝个水。喘口气，润润喉，我们再继续讲解 V8 谁是比较适合的使用族群呢？刚刚店长也去喝了点水润润喉，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 V8。 那 V8 大家只要是车友老司机都会知道它两个特色哦，就是酷炫的哦 LED 灯，总共12排哦，很闪闪发亮的，还有它最让人家方便引以为傲的就是说，它今天上下捷运站的话，我可以推杆哦，上下捷运站哦，不用那边提个老半天很累。好，这是 V8 的两大特色。那再来就是说外观的特色。那再来就是说 V8 的时速30，还有它的续航力逼近将近大概40公里。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跨入，就是说独轮车这个领域啊，想要去玩独轮车的车友的话，那我会建议这个 V8 已经是你玩独轮车进入这个门槛的最低标哦，休闲娱乐用的。休闲娱乐用，那当然还是有车友拿 V8 来去做一些代步哦，但是通常娱乐的居多啦哦，大概37开左右，三成大概拿来代步，然后七成大概拿来娱乐部分。
好，这是店长对 V8 的一个使用者的一个区别啊，区别。好，那我们再总结一下刚刚前面的 V5 跟 V8 哦。那现行的只有 V5 跟 V5F 哦，那再来就是 V8 了哦。那 V5 跟 V5F 就是比较纯粹代步哦。那 V5F 还有一点点的小小的一个跟娱乐跟一个活动啊，都还可以跟得上的一个续航力哦。那如果你真的是纯粹要去参加活动的话哦，或者说跑一些自己想要走的一些行程的话， V8 是至少的必备的一个车种。好，店长这边再喝个茶，然后润润喉，我们等一下来介绍 V10。 OK， 嗯，大家好，那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 V5 V5F 跟 V8，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 V10 系列。那简单的 V10 呢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 V10 跟 V10F。 好， V10 呢，那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，简单的概率的介绍一下 V10 的规格。那 V10 呢，它的电池的规格是650瓦时。好，那 V10F 呢是960瓦时。那电机的差别是 V10 是1800瓦，那 V10F 呢是2000瓦的电机。好，那这是一个 V10 的简单的一个概略的一个规格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到外形，其实你们可以看到说从这边浓缩过来了。好， V8 的外观，好， V5 的拉杆，好，腿靠垫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有 V10 自己独特的一个脚踏板，好，也就是长方形的。好，你看店长的巴掌，好，跟 V8 的一个大小差距很大。好，差距很大。那可以想象说V10 呢这一款车就是巡逸款了，就是长城的使用哦。那而且 V10 呢它的速度可以拉到时速40。那说坦白的啦，如果你时速40在骑独轮车的话，你很难去观看到其他旁边的一个风景，你已经是提心吊胆的一个状态之下。那我们来开机，有没有听到这个很响亮的音效？ Welcome。 好，跟现在这一个 V8 的一个音效是完全截然不同的。好，那也是因为说 V10 加载了前后两颗的喇叭。好，两颗前后喇叭。好，那它的娱乐效果哈，就是骑车边听音乐，好，会比较有娱乐效果。那店长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V10 的喇叭呢哦，它的音效是属于中高音的音效，那你就是尽量找一些有唱歌的哦，有唱歌的一些音乐来播放哦，这是比较适合 V10 的。那之后会不会做一些调整不晓得。好，那再来说到一个推杆，其实V10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推杆来使用呢？店长有几个思考的方向。第一个呢，因为车重，那你相对的用内建式的一个伸缩拉杆的话，损坏率可能会比较高。那如果你今天是用折叠式的一体式的哦拉杆的话，它的损坏率可能会比较低哦。原因是说你使用 V10 的车友都已经是老手了，所以很难会有摔车的一个状况，所以损坏率降低就很多哦。那这个是店长的一个预测的一个方向，那您觉得呢？ OK， 那再来就是说灯条，我们可以看到说 V8 的灯条哦，就是很大颗很粗犷的哦。那 V10 呢就是很素雅的，细细长长的，小小颗的，很漂亮哦，个人店长也是蛮喜欢的。那再来就是说 V10 呢，通常我觉得使用的族群呢就很简单的区分，就是单纯的娱乐，单纯的刷街，长距离的，给那种热情的等待已久热情新车的骑士们，就是 V10 长距离版的终于出来了。好，这就是店长刚刚前面介绍了 V5 V5F V8 好，跟 V10 V10F。 那如果您是新手，你会怎么选择车种呢？那店长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说，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初学者
啊，那我都只是十公里以内的代步的话，那我会建议你买 V5。好，那如果你今天是偶尔会假日出去玩哈，那也会用到独轮车的话，那店长会建议你买 V5F。那未来如果你希望说哦，我代步也会用到，然后我续航力又希望说出去玩的时候更远一点的话，那你可以就直上 V8， 哦，直上 V8。哦，代步啦，娱乐啦 ，V8 一台搞定，哦，很简单。那 V10 呢 ？V10 比较适合，就是说你本身已经在骑 V8 了，那哦，你本身就已经是拿它来做娱乐了。那你又不玩花式，那你又只是想要骑距离远的，那就直接上 V10F 吧。哦，这就是店长的一个区隔，哦，使用族群的一个区分，哦，让大家去选择你适合的车种。让大家去知道说哦，怎么选是会比较符合你的需求。那这个影片呢，店长也是今天下午哦，四月十号的下午五点发布的。哦，那今天晚上的七点呢，也是会有一个试乘会。如果你今天七点前看到哦有这样的一个试乘会的话，欢迎你过来瑞德志趣。好，哦，我们影片说明的部分，哦，影片资讯都会有相关的地址啊、电话，让你们可以去询问。那试乘这台车。那今天的晚上之后呢，哦，这一台车我们会寄到高雄给高雄的骑士们去分享这一台 V10 哦 V10F 的一个骑乘哦，让大家骑骑看 V10。 那之后高雄我们会再寄到，从高雄寄到台中哦，也让中部的车友们去分享一下 V10F 哦怎么样的车况哦，让他们去使用试乘 V10F。好，以上就是店长为 V 系列的家族哦，热型 V 系列的家族的做了一个区分哦，什么样的族群使用什么样的车子哦，那你是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的车友呢？你需要升级到什么样的车哦？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那谢谢你们的收看。那如果需要相关的这些 V5、V8、V10 的一个规格的话，我在影片说明里面也都有放的连结，那欢迎你们去做点击收看。那谢谢你们收看骑士店长的一个讲评，谢谢，拜拜。